应该说这一次做这个无人驾驶汽车的这种超级测试呢，应该在中国和世界上都是这种长距离都是首次。我认为测试非常成功。这一次整个测试里面，我们不仅就是成功的验证了前期有关技术的成熟性，它来适应就是这个高速这种道路的适应性情况，那么主要是收集大量的就是。 道路啊，自然环境啊，这些变化的数据，然后为后续的研发来进一步，就说这个什么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。